再来看到捷安乡长游淑珍6号的晚间是会同了乡民代表会、妇女会以及捷安农会，前往了辖内各派出所、消防分队等等，为了承担工作执勤人员的辛劳。那么这一批的卫勤团队是致赠了礼品和家财金，来感谢协勤民力、无私奉献，守护乡亲的安全。2月6号晚间，捷安乡长游淑珍协同了捷安乡民代表会多位的代表，还有捷安乡妇女会、捷安乡农会及村长们所组成的卫勤团，前往捷安派出所、特搜大队、捷安消防分队等各个单位，除了发送家菜金和慰劳品，也感谢协勤民力无私的奉献，陪同乡亲安心过年。谢谢，一年一度的春安又要开跑了，在我们365天，即使没有春安，我们都为我们的家园来付出，来做巡守维安跟这个所有的活动的协力工作。在这里淑珍要代表我们捷安乡的乡亲跟大家致上满满的谢意，谢谢大家来携手让捷安更好。无论是春安或者是365天，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福气的平安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继续再为我们吉安来共同努力。乡长游淑珍和代表会特别准备了实用的小提包，而妇女会致赠礼品，吉安乡农会致赠家菜金，感谢锦义消同仁牺牲假期守护民众的安全。乡长游淑珍也发送每个人龙年金币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